希望这是一个给你带来好运的风，新年快乐。12月28日晚，抖音先来了一场美好惊喜夜晚会。这场晚会虽然是不及跨年晚会的阵容和节目，但也是有点小惊喜的，因为这整场晚会都是全开麦的真唱，算是给各大跨年晚会做了一个好的表率了。大家好，我是歌手周深，非常开心在这里陪伴大家，应该怎么说呢，准备去往新的一年，然后当我们走进2024的时候，一定要迎接所有的好运气，新年快乐，身体健康，好不好？在抖音美好惊喜夜舞台上，周深连唱三首歌，可谓不同曲风无缝切换。第一首《冬天的秘密》，周深以其独特的旋律和细腻的情感震撼了全场观众。嗓音宛若暖阳，轻抚每个人的耳朵，让人感受到一丝暖意。他用声线在寒冬中绘出一幅唯美如画的景色，让所有听众仿佛置身于银装素裹的冬日仙境中。除了动人的歌声，周深的唱跳更是一绝。他在《风的季节》这首歌中展现出与众不同的一面。散发出来的自信与魅力，传承经典，岗位十足，让人梦回80年代。而在节目中，周深以娓娓道来的方式，将每个人内心深处的温暖唤醒。歌声宛如一股柔风，轻轻吹拂着听众的心灵，让人触动的心神俱醒。无论是歌曲的旋律还是歌词的诠释，都让人沉浸其中，感受到冬日的温暖与希望。周深就是来救音响的，三首曲风的歌曲，三种不同的风格，每一次的高亢激昂的高音都稳定如 CD 般清晰，没有丝毫走音的迹象，这显示了他作为一名歌手的专业素养和对音乐的热爱。除了出色的表演，周深更是在采访时回应，多个热搜爆笑连连，相关词条也迅速登上热搜。是，林子大佬，什么鸟都有。老师说的。你有什么想回应的吗？我觉得很好，因为我也听过两位老师唱歌，然后尤其是也非常感谢孟子义老师给我推荐了很多歌，学习了一些歌曲的比较特殊的版本。老师来一首，如果我说真的爱你，谁来
来收拾那些被破坏的友谊。怎么会有回响啊？现在和孟子义老师不同的版本。对，我有在努力学习了一下孟子义老师的版本，但后面想了一下，会不会有点不太尊重周传雄老师？所以，哎，我又有看到周传雄老师说有感谢我们让这首歌被听到，其实我觉得更应该是我们感谢他创作了很多都很好的作品。对，很开心可以听到这么多好听的歌长大，然后再去唱。大家都知道这刷抖音是吧？那必须的，刚才不是说哪里可以经常看见我吗？抖音就可以经常看见。不知道周深老师有没有刷到，就是考试中的大学生听到你的《若梦》都要碎掉了。有。对此你有什么回应的吗？我觉得想说的吗？我的回应就是非常真实，因为当时那句歌词一边夜晚一边冰草，我当时就想的是就特别符合考试的时候那个状态，经常就是自己在就是复习的时候就是啊，马冬梅，开始考试，孙红雷，就我觉得这样的状况我也经常发生过，所以我觉得很有趣，这也算是一种音乐陪伴大家的方式。总的来说，周深在《美好奇妙夜》的首唱中带来了一场震撼人心的音乐盛宴，他用温暖的声音和精湛的唱跳技巧征服了全场观众，已经耐不住兴奋的期待2024跨年的到来。届时他将会有多个跨年演唱，期待周深带给大家新的精彩表现。今天会有两场迷你演唱会，葫芦七兄弟主题叫做撒点野音乐节，接下来就是五朵金花的迷你演唱会，名字叫做爱人呐。明天就可以看到生生不息第五期了，周深和陈楚生将要给我们带来奇美地，整个第三轮中最期待的一组可能就在这儿了，人气和实力兼具的周深陈楚生的合作，这也是很多人最希望看到的组合舞台。彩排路透中，就周深陈楚生这强声压是要迷死谁啊？这首歌舞台要播出来，恐怕芒果台都要炸了，所以有点不敢想象这两个开口就封神的男人一起同台合作，现场是有多炸裂。下一期是赢还是输啊？听说是输，这么输了，我没赢过，也不用这么震惊吧，也就只比过一次而已。哦，只比过一次，对，好像我们从来没赢过。所以你们这一次一定要赢。怎么就把自己摘出去了？对啊，我是嘉宾吗？我是飞行嘉宾。那你先飞过来，暂时在这栖息啊。那所以我们这一次我们一定要赢。有没有信心带领我们赢？那上一次输的点是什么？你觉得？全方位，很难总结。我南哥已经总结完了啊，运气差点运气，差一点，差一点点，对，差了一点运气。那所以这一次的运势有变好了。来了，当然了，幸运女神来了。哇，我是幸运儿，幸运葫芦妹，幸运葫芦妹，这次有我在。对，一定反败回胜。哇，有手势了。应该是这样的。有主人姐姐，我们一定会反败，快转我们的手，哎，转好。